今天要来教大家猫咪大战争自动练功的方法，让你经验罐头和各种券满满满。首先你要有一只能连发的摇杆，关掉震动和连发减到最低速，将 A 钮设定为连发，拿晒衣夹夹住 A 钮后让它一直连发。只要选择长颈鹿猫打低等的关卡，就可以靠重复取得宝物赚取罐头以及一点经验值。这个方法有个缺点，就是当体力没有时，就要手动去按使用罐头恢复体力。改良方法很简单，就是 A、Y 都开连发，并加注 A、Y 钮，让每五场触发小游戏来恢复体力。接下来让猫猫自己打怪，就可以赚到大量的经验值、猫罐头、猫咪转蛋和稀有转蛋。然后你就会有一开始抽到储藏库爆掉的画面，还有生不完的经验值，一起用猫咪统治全世界吧 ，E.T. Marshall。